写在梦中。不管在倒位，我拢无法度离开陈美华。天，难道甲陈美华因家前世人到底是有偌大的冤仇？你伫咧做苦工，也是为着因家伫咧辛苦，连面馆走去美国遐远的所在，还去当着陈美华因小弟。我唔对，伊就是为着民官才来公司报仇，找我的麻烦啊！你就是为着甲陈建华倒去，才死头路歪走。也若无我会当安怎？伊是头家，我是新人，当官叫我留伫遐，看伊面前做代志是无？这款代志我做袂来啦！啊，你安尼一个走，你就敢那落跑，承认你已经输啊！落跑？江斌，你安尼就要走？你真无出团！你真无骨气，敢那还要闹跑，也袂跟我过招嘞！你就认输啊！妈，连你嘛讲我闹跑，讲我认输啊，是无？你安尼敢不是闹跑？伊算甲真准，你无法度受委屈，啊，就超过伊找你的麻烦。结果你真正中着伊的计，安尼不是认输是啥？建华一招阁厉害哦，先甲你逼到走投无路，伊阁较有机会去对面馆。伊莫小心，伊免想要得到面馆啊！你也会记，早你若唔记，妈，那早知有今日，啥物代志拢袂发生啊！妈，我真正唔敢唔忙，面馆等到我身躯边。伊会当追求伊的幸福，也毋过我袂当目睭金金看伊甲袁秋人、陈美华的亲小弟做伙。文斌，这件代志你甲我拢无法度。搁再讲，明官伊亲嘴讲过，伊真感激陈庆华伫咧美国对伊的支持。我看会出来，伊对陈庆华有好感，总有一天。伊两个到底，你唔讲我嘛知影，其实你心肝内真唔甘愿。我比你搁较唔甘愿，也毋过，你要安怎甲陈庆华比？还袂比你就已经输啊！文斌啊，总经理，你做你无用啦，我家己哦，四处看下咪好啊。啊是，啊，但就是你若看什么所在做了不好势。这样麻烦你，不管是在管路吧，好。多谢你。建华，建华。明官，这么紧就到，找了什么代志？建华，你哪来这呢？我来检查这间公司作业情形啊。检查，我听无。这间公司哦，嘛是阮姐姐投资啦，安尼你清楚啊？恁家到底投资偌济事业哈？这我嘛唔知啊，爱问阮姐姐哦。这实在是拄啊好诶。拄好？哦，你意思是讲，刚比嘛拄好？伫这间公司上班时，伊若是知影讲你甲恁姐姐这是真正的头家，一定会挡袂住。搁再安怎讲，你嘛是做个翁某啦，伊对事也足了解。安怎想？江斌拄只石头路歹走啊。哦。明官，江斌这个人哦，是也足无出脱的啦，也足无骨气。我实在不知哦，你以前是安怎嫁有这种人的？庆华，
你并不了解文冰。我承认，我承认我并不了解伊。也毋过，拄则发生的代志，拄会当证明伊毋敢面对现实，事情毋敢面对我的软脚下。庆华，你莫阁讲啊！别管，你互讲煞。江斌这人，毋代你为伊放袂落心吗？我拜托你，你紧走，你紧走啦！头家，拜托啦！你连大头家都敢得失啦，我哪敢用你啦？你也是紧走，还袂去拖累我啦！头家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不，刚刚蹲一下，歹请钱，搁死头路啊！啊，即摆讲要转来做啦，啊，我是该拒绝，要甲赶出去。你要继续转来上班？江下啊，你对大头家遐尼无礼貌，我唔敢阁用你啊啦！哦，你也是紧走啦，紧走啦，紧走，紧走，哈！文斌，我走啦。头家，我袂走，我一定要踮这吃头路。陈先生，文斌，煞煞去啦！你去倒位吃头路拢同款，哪着倒来这受委屈的？我若是真正无得忍耐。被技术家扣到鼻梁干了，这不是真轻松的代志。陈庆华，你敢和我留来继续做事无？这不是真轻松的工课，你是安怎一定要留来？你有啥物步数真容易出来？我要面对你，绝对袂相骗。总经理，把对照灯条制服摕来。你要留下来，就要穿制服。你穿制服，就是我的员工，也就是讲，你面对我，就是面对你的头家，都要听我的命令。你家己要想清楚。庆华，你做头家是因为你有钱，我做新罗是因为我有气力，你出钱我出力，这是真公平。头家，我今日耽误过你的时间，你会当靠我的工钱，我要来送回。文斌，文斌，我知影我今麦什么拢无啊，也毋过我有志气，我要证明给恁看。我还够有志气，文斌。林官，你先要跟我变心。你拄只，哪着去跟你干头家嘞？用势欺凌来对待文斌。你个人心疼伊，你弟唔干吗？林冠，林冠，林冠，你放手。文斌，伊过去嘛是东东的总经理，伊今日行到这款地步，伊还忍受偌济委屈。你不但无同情伊，你阁讲遐话来刺激伊，你敢忍心？林冠。我识识你这么久，你从来唔捌发过这么大的脾气，今麦竟然为着江宏斌，你敢变面啊？我无跟你变面啊！你，也唔过你拄则讲，你变面，搁我伤。我是看袂出你对文斌的态度啊。那么你要安怎？伊是我的情敌耶，我看到伊，敢有好面色啊？情敌，你错了。我早就对文斌已经死心啊。唔对，我看到你江斌根本阁放袂落心。唔对，我对伊早就无感情啊。
别欺骗你家己啊！我无，伊对我的伤害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在文斌，伊反背我的时阵，在我为伊跳海自杀的时阵，在我给伊比较吵着家伙远走他乡的时阵，我家的感情就已经放水流啊。江斌害你吃这么多苦，你是安怎还袂用将伊放袂？我无，你莫阁欺骗你家己，快出！你阿江斌两个人互相阁关心对方，我伫烦恼有一天，你两个人会重新开始。无可能！你敢保证？明官，我要赶紧把伊带回去，愈紧愈好。庆华，你不是讲过，你无要逼我？是啊，我是讲过，也毋过那是以前。我即摆对我家己已经无信心，我担心，江斌把你抢回去啊。庆华，明官，你嫁给我，你嫁给我，你嫁给我好不？你嫁给我。庆华，你是气笑啊？是，我是特别气笑。假使讲我若失去你，我就真正会气笑。没关系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真正爱你。庆华，你肯定坚持点好不？你实在太过分了。是的，我不是挑故意要麻烦你。庆华，我拜托你，你别安尼死，你安尼死，我心肝也足艰苦的。庆华，我甘愿失去全世界。我不愿意失去你。也不过，你替我小想一下，我甲文斌以前毕竟是翁阿母，伊是家父的老爸，我无可能在伊才淋到落皮的时阵，给你任何的保证，你知影无？我会当了解，我会尊重你。本来我来找你，是要替阿伯甲阿母向你回家失礼。老伯失礼。感觉那两位老大人对你所讲的遐话，实在是足伤人的。我替因两个甲你回失礼。我的这件代志，我袂放在心上。假使讲，我慢慢老弟，伊看到有人要来抢我的女朋友，伊讲的话哦，可能比江伯、江母搁较厉害。只可惜，阮妈妈在我足细汉时阵，过身去。讲到这，我该感谢江阿伯。庆华，你。
你放心，我袂像阮姐姐共款，把以前的恩怨放伫心上。我了解你，你甲恁姐姐是无共款的，所以我才会更加珍惜你。明官，多谢你。文斌伊过去嘛是东东的总经理，今仔日会行到这款地步，伊还忍受偌侪委屈？你不但无同情伊，你阁讲遐话来刺激伊，你敢忍心？你安尼，你喏会胃出血呢。我胃还袂出血，我心已经咧滴血啊。你为着民官这样细致，敢有迄个忌惮？当然有啊。我即摆规个心、规个头壳，除了民官以外，我啥物拢缀袂落啊。陈庆华，你知影感觉，甲咱是有关系。你是安怎一直要孝顺江家的新妇啊？民官早就不是江家的新妇啊！搁再讲，我根本无将什么恩怨放伫心肝内。敢讲你袂记妈妈心？无，我无放袂。也毋过，我绝对袂甲你共款，互家己的人生拢是怨恨。我的民官，其他的代志哦，我拢不管。就算讲哦，你什么代志都唔管，哪能明官呢？你敢有法度做会到？无唔对啦，你讲我无唔对，明官是最唔敢交兵的，因为交兵哦，互你害到凄惨落命，伊最同情伊啦。尤其是即马，伊规个心哦，都挂念着伊，不掂着，伊老阿母会判甲定刑啊！安尼结果，你满意哦？是啊，这真有可能。也毋过，毋知安怎讲，我绝对袂放弃边关的。尊上，有再大阻碍，我绝对袂放弃伊的啦。哪有可能？哪有可能破解掉伊？伊两个无可能破解掉伊啊！伊若破解掉伊，我所做一切，就都白费啊！梅玉，梅玉，我怕惊着伊。江文斌，你唔通袂记，你搞一个好死伫我家，我绝对无可能放弃，无可能放弃。怎子？阿母，文斌，这应该足巧的呢，我是大人门吼。就知影要看爸爸，喊到遮大声，呜，乖乖乖，哦，咻咻咻，来来来，妈妈带你给爸爸抱吼，来来来，哦，爸爸抱啦吼，我知影你想爸爸，别看我这伤心，来来来，给爸爸抱啦，哦，爸爸抱你，哎呦。吴英。阿母你看，文斌一抱，伊就无哭安尼。文斌啊，有影呢，这囡仔吼，一日给你抱都惦去啊。我阿妈抱一个，哎呀！阿母，你看啊，这就叫做白阿家连心。董事长，你来有啥物代志？文斌，你莫安尼啦，我今日哦，是阿新妈妈的新婚，带阿新来看爸爸呀。是啊，文
敏啊，我打比方三不五时啊，抱囡仔来给咱看一下，这嘛无什么唔好啊。妈，三比方，你有什么目的？你讲清楚，莫他妈讲五四三。对吼，哎，三比方，我是足惊你的呢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啊？是安怎？你拢认为我做代志一定爱有目的的？刚讲你唔是这款人是？文斌，阿母，我晚上无好死了，我求你，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，好不？不管你要信啊唔信，我总想讲吼，时间会使重新倒转来。我是无可能讲我安尼来报吼。我已经不是较早迄个陈美华。有空到北京，同款是旧。我是诚心诚意的悔改，文斌。阿成一天一天在大海，我惊有一天，伊若问我，伊爸爸伫倒位，我唔知要安怎回答伊。啊，当文斌就是伊爸爸，你就安尼甲讲啊。假使讲阿成问我，爸爸甲妈妈是安怎无做伙，我阁要安怎回答伊？好啦，陈美华，莫讲遮济啊，你想要讲啥讲，莫淡薄啰嗦。是啊，莫安尼踅来踅去，好无？好，文斌，我是要来问你，你当时要给我甲阿成一个完整的家庭。陈美华，你甲我听清楚。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。你破坏我完整的家庭，我无可能跟你做另外一个家庭。文斌，你还看到阿成的婚相，伊是你亲生后生啊！文斌啊，囡仔的问题吼，你嘛不应无考虑啊。妈，我来抱。陈美华，在你生囡仔时间，你看到囡仔时阵，有甚么款的感觉？安怎，会记得是无？敢讲，囡仔生出来时阵，你无看到是无？我当然有看到，我记得以前，我足欢喜的啊。严国柱又甲我讲，伊生囡仔时阵已经昏过去啊，连囡仔生啥物款拢唔知影。干嘛呢？这甲我有啥物关系是？甲你无关系，根本你袂记得，伊是予你送去你实在诊所的。家在迄个时阵我在场，要若无吼，伊母仔囝早就有生命危险。讲起来。我是救命恩人，敢讲我安尼做有对不起伊是？你敢有影？无对不起伊。你若是入去讲饲女儿代志，我无兴趣，我要来等。你突然要走，到底是为虾米？我来是要甲你讲阿成将来的代志，毋是饲女儿。文斌啊，你安尼莫名其妙问伊遐济问题，我听甲无啥啥呢。啊，不过我有一个更加大胆的判断，迄两个囡仔出事的时阵，有人动脚手甲换过。嘿嘿。啊。你创啥？我想要伫陈美华迄边，证实一挂代志。啥物代志啊？无啦。无啥物啦。文
这么奇怪？根本伊知影啥事？无可能啊！伊也无亲无故，伊哪知影我做过啥？啊，不过我来说你，这件代志千万别用出差错。阿伯，阿伯，文斌啊，我打电话叫你来啊，是要问你讲陈美华个囡仔个代志，你查了安怎？有消息无？有啦，我跟踪过你讲个迄个查某人，我嘛亲目睭看到伊甲陈美华见面。也毋过，我要问伊个时阵，伊都无去。你愿意去大个所在，搁去找伊啊？有啊，我有去过，也毋过无看到伊。后来我问伊个厝边，才知影伊搬走。讲起来吼，伊心内一定有鬼啊！若无是安怎，这么紧就搬走嘞？这真有可能，也毋过伊即摆无去啊，找线索就无这么简单啊。你是在想啥？这件代志哦，我放你的心内已经几多天啊。什么代志？念平啊，伊有可能不是陆玉清的囡仔。陆玉有甲我讲这件代志啊。DNA 敢是人工？但是照我的判断啊，需要的囡仔就有可能叫陈美华换去啊。有这种代志？莫甲大细声啦，这是我的推想尔，还未找到证据啦。卡孙若是真实的，咱的外孙就伫咧陈美华因家，这要哪会用的啦？哎呦，你是要去对啦？去找陈美华，将囡仔讨回来啊！冷静的啦，陈美华是安怎要听你的？这件代志哦，韩女嘛唔知影，你即马就点点，等我找到证据了后，再来找陈美华讲条件。陈美华这么厉害，要哪有可能有啥物证据留落来？咱若是一世人找无证据，囡仔唔都一世人拢伫咧伊的手头？你放心啦，你若真正有做这件代志哦，骨卡扎板的说出来。咱即马就是莫甲拍心惊，你知无？陆玉甲陈美华是死对头，即马陆玉的囡仔伫咧伊的手头的，唔知会互苦到未？
哎呦，你面是如何生的呢？啊，你无别人来比啦？迄无一定啦，你甲我看卖啊，这个有成名叫无啦？无成，无成，无可能会成啦！你看较真足的啦，我感觉小可有点仔成呢。哎呦，你是老顽童是无啦？啊，陈美华生的囝，会像咱如何？你抱的这个吼，反正不是如何生的，这个才是啦。啊？你讲啥？我不信，我不信。你阿星，哎呀，哎，我晕了，我晕了，我晕了啦！阿星，我晕了，你要破坏一个，你要女王，女王，女王，别走！啊，你要女王啦！你要女王！出去啦，唔知伊走去倒，可能是去买菜啊。去买菜啊？我应该才买回来啊，公。阿铁哥。哎，妈，你先坐啦，这小囡仔。谭碧华呀。啊？谭碧华囡仔，你是咧创啥？我本来想抱念平去家比看卖啊，倒一个才是刘玉生的。谁知影去，互伊发现，我惊一下，才将囡仔抱倒来。啊！啥个？你去偷抱陈美华的囡仔？哎呦，你做代志哪这么冲动啦？啊，假使囡仔是陆玉的，应该该叫伊承担啊。这到底是安怎啦嘛？恁爸爸怀疑哦，囡仔是去予陈美华偷换去，无得讲，这个才是你的囝。小丁啊！啊，代志都到这来啊，你无甲讲敢会用的哟？这敢真实嘞？我是想有这种可能啊，啊，不过你未找到确实的证据啊，谁也不敢讲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！你妈伊都，哎，假设这是真的。这个才是我的囡仔，高兴一窝，高兴一窝。哎，我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求你，把我的后生给我，伊是我的生命，是我的心肝宝，我拜托你，你要给我，你快点来啦！你要给我，你是我的后生，我的后生，你快啊！你老实讲，这个囡仔是刘玉生，是你偷我去的无？阿母，你莫误导我，我有病院证明啊，阿是确实是我亲生的后生。小丁啊，你是你小多心啦！陈美华伊无代无相，往囡仔从啥？肯定哦，确实是咱如何生伊啦。陈美华，我有理由怀疑讲，这两个囡仔你甲换过啦。即嘛家拢无外人哦，假使讲你真是有做这件代志，你即嘛就甲囡仔甲换转来，咱就甲当作啥物代志都无发生，我嘛会甲你保证。绝对袂甲你追究。我卖话，卖话。阿星是我的后生，你信我好不？你敢咒诅？这个囡仔确实是你生的。我咒诅，阿星是我的后生。小丁啊！人都照做啊，囡仔确实是的，无唔对啦，莫阁甲怀疑啊啦。陆玉啊，囡仔不犯人啦。陆玉，袂去将囡仔害。亲，这件代志我一定要查清楚，到底倒一个才是陆玉生的囡仔。
这个事情嘛，小弟讲得无唔对，事实到底是安怎，一定要查清楚啦。小弟啊，你明就是我的亲孙啊，这都是事实啊。我吼，敢若姓林念平，别个我袂认啦。 阿是是我的心肝囝，伊若唔肯认我，归去，把我的性命嘛摕去，我求你，家己阿幸我好不好？我，哎呦，你家己看家己看啦，这囡仔若唔是亲生，伊袂这尔着急，袂这尔心电，这艰苦啦。刘娇啊！ 你手抱迄个汉人啦！我是要安怎？陆瑶，你手抱迄个囡汉人啦！我求你，亲，起来，唔通安尼啦！ 你明天出事，我就来惜命命。伊是我的心肝宝贝孙，今麦我已经无准备了，我敢准备明天的孙了尔。可是讲你若要将伊甲别人换嫁，就敢亲像我是条老命共款啦。亲，你若换嫁，你共较有孙啊？我不，我不，我敢要伫恁面的了，我敢要伫恁面的了。 你敢知影？准备要嫁是你姐，你到底是为了要嫁，搁别人换嫁，我唔敢，我无爱。我求你，阿星信我，我拜托你，阿星信我好不好？我拜托你信我，阿星信我，阿星，阿星，你干哪？陆瑶。 你听好，唔是，唔是，唔是啊！我要听老师话，我讲就是老师话，你放手啦！志荣，是你妈头无爱囡仔，刚才我当场看到，你敢知啊？我先报警查，白抓伊啊！你放手啦！ 到底倒一个是我的亲生后生？到底倒一个是我的亲生？你确定？爸，可是我连我家己的亲生后生是啥，我拢唔知影。我只是人永远拢袂安心，我袂安怎？我到底安怎才会当知影代志的真相？